Hello， 我是卡洛斯。今天你见了我，换了背景，但是我没有去其他地方，我还是在家里跟你做视频。为什么背景能转成这样？留到星期日才跟你谈。今天我要说什么？今天我又是冲着那些黑粉、那些键盘侠来说的。那可是为了什么？当然也是关于填词的。我先说我不是怎么了不高兴，只是我觉得不清楚解释这个问题，大家会对粤语填词的声调有一些误解。原因是这样的，因为像星期六我发不了一首《热情的沙漠》这一首歌，可能从来没有人填过粤语，所以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我填的粤语词有一点怪。我们来听一听之后的这一句。这一句有什么问题呢？你可能有自己的意见，没所谓。我们来看看这一个键盘侠他说什么。我自己觉得他很不礼貌。他说啊，之前骗一首不该填词来踩塑料粤语，你现在一句怕丑得红日了，不就是打自己脸？那很明显这个人不怀好意，他不是来求教，他也不是来求证，他只会说怕丑得红日，他觉得不对。就拿我以前说这个不该用情用来比较，我们可以来先谈谈不该用情。你经常看我的视频应该这个很清楚，也许当初不该用情，这个在广东话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曾经写过一首不该填词来讽刺这一首歌。可是相对来说，我的怕丑得红日有这个问题吗？好吧，既然人家有这样的一个提问，我就来分析一下。因为以下有说粤语的填词，我改用粤语跟大家解释。不该用情就完全不接受的，是咪咪啦啦，两个高音两个低音，用情下去呢，该是第一声，用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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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么低音，用在这里，用情情就是低音，但你的旋律是咪咪啦啦，那这个音就跌了下去，那就变成不该用情咯。至于刚才我讲怕丑的红日，我的情况不是升高一个字，我是将红日两个字一起升高，因为怕丑的红日唱的旋律是嗦啦啦嗦啦。怕丑的红日，怕丑的三个字是高音的，红日就是低音的，怕就是第三声中音的，丑就是第二声升高的，而个的就是一个高入声很短的，那你可以当它第一声很高音的的，所以怕丑的是啱嗦啦啦的，嗦啦啦怕丑的。现在问题就是出自红日两个字，红是第四声红，而日低入声，红日个日呢又是短音的，如果讲出来就是怕丑的红日。你要唱到它啱音呢很简单的，你唱个的字唱短一点，好像这里呢有个逗号那样，怕丑的，跟住将红日呢由低音升上去变成红日，怕丑的红日，咁就冇问题噶啦。所以呢个咁嘅黑粉啊，呢个咁嘅键盘侠咧，佢讲呢啲嘢其实佢系冇根据嘅，因为我哋填词咧好多时咧都要将一句长嘅句子咧斩短为音节去处理嘅，因为我哋只系得九声六调啫嘛，香港西城。市大，如果个句子好长，有高音有低音，我哋根本六个声调做唔晒，所以我哋将佢转嚟转去，转嚟转去，将怕丑的保留，怕丑的红日咧低得滞啦，转上嚟红日，怕丑的红日。咁你话老师你咁样填，你系咪冇第二啲选择？系啊，我真系冇第二啲选择，因为我要保留太阳正了喔，而我太阳是太低音，所以我必须用红日，而将红日升翻高就可以。如果我唔要保留太阳，我将呢个填到啱音有几难呢？你咪填我高声唱歌咯，我高声唱歌啱晒，根本就唔会出现呢个问题添。但系为咗保留太阳变成红日咧，我觉得呢个咁嘅分节咧系适当嘅。就不是好像人咁讲话打脸，而家咁样情况打脸嘅唔系我，系呢个唔识填词嘅人咯。相似嘅例子喺我哋好多粤语流行曲里面都出现嘅。
我舉一啲好出名嘅譬如你聽咯，譬如上海灘咪嗦啦咪嗦咧。第三句詞係點咧？係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如果我哋好似頭先個黑粉咁講啦，依度已經出現問題啦。萬里滔滔江水，江係第一聲，而水咧就係第二聲嚟嘅。我哋平時講係江水，咁如果你真係咁唱，萬里滔滔江水，咁咪唔啱咯。仲有啊，哆咪瑞永不休，就變咗個休字噶咯。但我哋從來都唔會覺得詹叔寫詞有問題喎。因為依啲情況完全喺粵語填詞裏邊咧，係可以接受。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我哋係可以接受。不該用情咧係不能接受，因為依個係塑料粵語。怕醜的紅日係可以接受，因為我哋係接受香港填詞嘅訓練得出嚟嘅結果。怕醜的同紅日分開係完全可以接受。好啦，以上咧就我對依個黑粉啊所作出的不負責任的一些評語的一些回應，而我在他下面已經回覆了，也教訓他以後不要用這樣的眼光去看我們粵語填詞。我們做粵語填詞的從來不做塑料粵語，塑料粵語的歌是那些不懂粵語的人做出來的，我們一定要拒絕。好了，今天我的分享先到這裡了，我是卡洛斯，喜歡我的視頻的請你關注點讚及轉發，再見。